你看上，这，哇，啊，看见苏公子没？没有啊。哎，不过苏公子长什么样来着？君主，要不咱今天不跑了，咱回府吧。他们都想替我做决定，难道我身为一个废人？连为自己终身大事做决定的权利都没有吗？不，我要跑。他不来，我便不成婚了吗？把绣球给我。郡主。给我。郡主，城主的花车已经出府开始游街了，咱都已经错过吉时了，要不咱不跑了，咱回去吧。过儿，来少城主说了，孙武尊没来，不让大举动跑雪球。你在这等着，我上去拦住他。别抢啊！哎呀，我看你们谁敢抢！你抢，你抢！他拿到绣球了，郡主的夫婿就是他。是他。就让他给拿到了。月人，他是个月人。是啊，这是啊，是啊，这是个月人，他凭什么？这太儿戏了吧？大郡主。这位便是抢到绣球的人。参见郡主。传我令，抢到绣球的人就是我的夫婿。我偏嫁越人。是。我带你去找韩硕，但你要答应我。这是你最后一次收他蛊惑，以后无论他任何花言巧语，你都不能再相信他。不会拦住他的，我不会让他这么做的。不行，我们这样根本找不到，我们还是上马分头找吧。玉，听人说你满城在找我，你跑哪儿去？我找你好久。当然是去做大事了。哎，正好我正派人去寻你了，就算你今天不想见我，我绑也得把你绑过去。城主来了！切，切，莫切，莫切，切切，莫切。我要让你看一个有趣的东西。等一下，海叔。是我不好，我不该不理你，不该敷衍你，不该把你推给别人。我保证我以后都不会再这么做了。二叔，我喜欢你，我真的喜欢你，我想跟你在一起，不管谁来阻止我，我都要跟你在一起。你说什么傻话呢？我觉得我对不起你，因为我受了这么大的委屈。
这是不是摘不下来了？一辈子都摘不下来了。我不觉得这是你们花园城的徽记，我觉得这是你啊。我把你这朵带刺的花戴在身上，怎么能算是委屈呢？虽然你总是刺我，但我心里欢喜。 我愿意为了你留在这儿，一辈子都留在你身边。那你可不可以为了我，不要管坏？陈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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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主
是烟花。有没有后悔之前那样对我？你刚才说喜欢我，是不是真的？嗯，韩书清他为了芊芊。